走。睡着了吧？分头行动，王旭，跟我来。上本太君，知道了。是这队长吗？是。我听到枪声了，这队长，你那里发生战斗了吗？上本太君，我现在已经把李昌鹏给围住了。什么？你把李昌鹏给围住了？是，就在黄协军的驻地，带的人不多，而且弹药也不充足了。好，我马上派武天勇过去支援。好。有戏。
追！小吕举，哎，你立了一大功。武藤太君来得及时，才把他给抓住的。小吕举，你比那个没用的奸细可聪明多了，你进步很快。哎，太君，您夸奖了。怎么处置他？李昌鹏，李营长。我真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。我也是真没想到吴喜春怎么能跟你在一起。你他娘的就是一条狗。哎，我他娘被往这儿打啊。真以为我不敢开枪？好，来呀！
我不会杀你的，带走。手对。